你的未来会在哪里？是，在台湾的日本人哈，现在都是台湾人啊，嫁台湾人，比我们台湾人还台，尤其是那个有的人啊，穿那个彩虹线条的老板，他都不讲他是，他都不讲，我们都不讲他是日本人。那首歌曲呢？马场呢？他刚到台湾的时候呢，他有很多乐团。那时候，这首歌呢就曾经发表过。那无论呢这首歌怎么样的改变哈，怎么样的编曲，但这首歌由他来，由他自己弹唱的那一种魅力哈，可是在华丽的编曲都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呢，等一下我们现在可以先稍微来听一下自己的歌。好，谢谢阿刚的那个说明。那大家请听，我的，这是我的书《约定之地》的主题曲，就叫《Promise Land》。街角に人の優しさ溢れている Promise Land 羽田の風に僕は吹かれてる僕の鼻歌かき消してる Promise Land いつしか僕もこの街の風景の一部になる涙も張り裂けた夢も続く道のり全てはつながってく輝く星の下
哇哦！ありがとう，谢谢，谢谢，你掌声鼓励。好，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个是歌曲的语言的力量，然后说要常常说好话。OK， 那请大家呢多多的支持。接下来请 Yuga 来现场。皆さん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ラミジュータン、コメンダジュンさん、ミジュンさん、ユカ回来啦。回来啦。チンさん、ソンクリシ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隔年全部都元旦节抛。OK， 最近呢，他想。